每队各有四人，共同完成60秒的唱歌计时。第一个人按开始，然后开始唱，由最后一个人按一下计时结束的按钮。没到60秒或者超过60秒，都会接受惩罚。三个特权道具到底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的 vivo X30 手机有一段15秒的音频，在你们挑战的时候会放给你们听，让你们感受15秒有多长。倒计时器15秒，这个道具只能由你们队第一个演唱的人使用。这也太难了吧！接下来两队分头讨论策略。我们就唱卡的秒这个拍子里的歌，我不知道秒是。这个得放这儿，还得持平。王牌家族有一项特权道具 ，vivo X30 手机里面的15秒的一段音频。哇，咱四个人就唱这首歌不就完了吗？但他的拍子不一定是在秒里面啊。你们可以先听一下，一定要记住这个旋律和这个节奏点啊。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一二，商议时间到。就他，来吧，我们就拿这个来唱。首先由王牌家族来开始挑战。腾哥，你的策略是什么？我们很巧妙地利用了我们的优势，就是 vivo X30 5G 手机给我们的那个15秒，四个人每个人都唱一遍那15秒，合起来就是60秒。腾哥，你就卡这个，按下那一瞬间就是卡在1秒上的。 Perfect。 王牌家族最终验证，来吧，挑战开始。爱真的需要勇气，流言蜚语。哎，没在节奏上，没有没有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。就是节拍器唱的，这也太有优势了吧！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无论他们唱多少，花花在数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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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啦哒哒啦。Are you okay? Hello, 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. Hello, thank you. 哦，我的妈！怪不得刚才过来给腾哥调话筒，腾哥我给你调调麦啊。我还挺考虑人家的，我说没事，我可以救活点。腾哥，我给你调个高点。没事，我可以低点。骂了半天他是想对我嘴，真的是。超了一秒，差一秒，一秒都不到，0.几秒。花花老爱起个范儿，那时间长的没毛病，像我就这样一拍就完了。飞。哒哒啦。我不该起范儿的，我真的数着在呢。哎呀，王牌家族第一轮终极验证挑战失败。哎，花花，这是我们的道具。接下来，音乐家族。哎。这不是个麦啊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了以后就不能躲了。你看着这个，第二个人不能看，只有第一个人可以使用。音乐家族终极验证，挑战开始。千万里我追寻着你，可是你却并不在意。哒哒哒。他在我梦里，在梦里
你是我的唯一。Time and time again, you ask me.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。Time and time again.L S I C， 差不多了啊。我问我是否你的唯一。到。哈哈早一秒。早一秒。因为刚才他们的节奏有快有慢，没掌握好，挺难的，好难啊！所以第一轮挑战双方都以失败而告终。接下来来，王牌家族，我数的有这个真的就绝对没问题。请欣赏王牌家族演唱《勇气》，还有勇气唱吗？有勇气，哎，亏了给我提醒了，我还在这儿熟那个千万里。喂。爱真的需要勇气。王牌家族挑战开始。爱需要真的勇气，流言蜚语。爱真的需要勇气，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爱真的需要勇气，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完了，快太多了。爱真的需要勇气，去相信会在一起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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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真心。你的真心。成功！他们前面早了，他后面多唱了一句。好老土的庆祝方式！恭喜王牌家族赢得第二季王牌歌手大赛最强歌手的殊荣，虽然当中有且仅有一个歌手。